重一摔。居然好像呛到了。哎呀！哎，妈妈，牙齿又快要拔了，都有一点啦，快要吃。快看新台了，你让他吃白吐司就好。对，他饿了啦。没有。哎，这两天有你们都没有。没关系啊，就让他吃。用你们的名义照一下这样。再来一组。哦，我们没有脱掉吧？对啊，你就在游艇前面啊。有啊，刚刚有穿比基尼，然后外面好可以跑了。前面可以拍啊。等一下，我们要回去前在前面拍照。刚刚有，因为我们要看拍个人照。你们先去拍个人照，对，先去拍个人照。没办法，不要拍，不要拍。